国府，不上分誓不罢休。十七号之前要王者的。还有五天嘛，十七号之前没王者啊，我们还处死局呢，那 flag 不能忘。前两天没打，不是在等那个韩服修复吗？这两把也没闪退了呀，就修好了呀，那么修好了我们就得打，上次不是说了吗？瑞兹要死，刚才学的 EQ 是吧？是的。Q 闪 A， B 出闪现 ，W 预判他闪现，细节决定成败，王者。绝非偶然，别给我点撤退啊！你要做的是帮我推线啊，哥。行，中路被控线，野区反个蓝也算行。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거기군他满血的时候我就说他死了，他后面肯定要死，从他们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发现他肯定要死了。这么男枪反了对面野区，我们下野区得做个防守野，为队友考虑一下。进来了，没进来的话等他打蓝再走，快勾他兄弟，快勾他，求你了，勾一个！身上有蚂蚁在爬，干嘛啊？你的 no f。我这个应该是盲僧啊，盲僧也没闪，好像是。我也打个被动掉，不用推不用推，我要控死他。No F。被看到了。빨리끊어지队友也懂我的消息啊，这不。他们想回来继续，但对面的人来了。他说的啥啊？我打的韩文没打出来，我就说什么没见过这单词呀，我哪有这种单词啊。他这个应该是韩文的一个输入法，FITIS， 我操，有说法。
不用怕，我在。也行。적을처치했습니다No F。哎呀，你得打野来啊，兄弟！得打野来，不要一个人。这波的话，应该都不能了。对面也是中野谷。小兵没看到我。别来了，别来了，有闪了，兄弟。我的闪现跟他同步。这波回家时机是让我一个刀不漏，注意细节。有点多、啊、冷血干嘛送我没用，飞回来，这就是水银鞋，水银之力，我操，立大功这个鞋子的。哇，还好兄弟，我真的这我选择对麻了，我四个人都有空，个个被我捡，三十的人情跟你开玩笑。呜呼，我操，我的妈！自从有了水银，腰不疼了，头不痛了。对锤子一个都没空的，我操！盲僧的阿闪就在眼前。出门没戴眼镜啊，哥。打了呀。秒了兄弟。车都没拿到，
只 FA 中单是吧？没用，兄弟，他现在彻底麻了。他现在唯一的控制，他的控制对我没用。补刀推线也推不过我，我一个 W 就一波线。推完线想抓谁抓谁，现在。只要我们这把没有人像我们前面那个镜一样就行。王宋那边。正常玩包影，人有点多。飞地来，哎，好高。蒸汽机器人，哎，为什么机器人是六个字？韩服的机器人是什么翻译啊？怎么做到六个字的？啊，五个字的英雄，该不用我吧，兄弟？完了，妈一说没有那个硬送的，怎么 AD 就开始了呀 ？Sorry AD， 你真 Sorry 啊！不要这么诚实好不好？对不起，行 ADC， 你真对不起呀、啊！我以为你就是名字而已。CD CD， 你以为？大招 CD 最后一秒，水蒸气机器人哦，布里斯机器人，这么专业吗？布里斯机器人，布里斯不是他的名字吗？怎么把他名字写上了？我们韩服都是二次翻译，不是国服。国服第一个名字叫蒸汽机器人，第二个真实名字叫布里斯。把这个蒸汽机知音机器人封了，我操！我小黑子就你嘴，就你懂啊！蒸汽机器人，你当设计师韩服翻译官小黑子是吧？啊？还真是知音机器人，我操！就你机灵，干嘛？想杀我？咋了？怎么了，兄弟？什么事啊？闪都不用，你知道吗？算了算了。啊？对我有想法？人怎么这么多啊？把我杀了就点了，操，玩不起是吧？shit